K 啊，不是以前的 K， 现在都是混血。以前不是有人混喵喵？大队在侦办新兴毒品咖啡包的案件的时候，得知以范闲为首的咖啡包制毒集团在新北市汐止地区将卡西酮类毒品混入咖啡粉、果汁以及不明的粉状物等，再将这些调和过的毒品装入印有彩色图案的包装袋里面来加以贩售。那本案见时机成熟，都是执行搜索，共计查获卡西酮类的毒品共计多，以及半成品、搅拌机等制毒的设备。那全案移送新北地检来侦办。